在互联网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如人们经常上网浏览新闻、搜索资料、发表观点、聊天、购物等等。网站的种类也多种多样，在中国目前比较有影响的门户网站有搜狐网、新浪网、搜索网站百度。此外，还有网上购物的专门网站，淘宝。